好，我们前面的这两位就是台湾男女总一，也是整场的男女总二。他们哥在 CPC 的时候是总六嘛？对。那你到大典台的时候先追到谁？其实我总六的时候到最后一圈的交叉路口的时候，就听到总一哥起伞，然后我就自动变成总六。对。然后中午的时候。其实一直到转换站的时候，大家都进站。其实我那时候排名是不变的。然后进到大间的时候，就开始追一个香港的外国人。对。因为他们上坡道太快了，然后到后段的时候更陡的时候就爆掉，然后我就慢慢把他拉爆，就在后面不许他跑，就把他拉爆。对。拉爆他还，然后还有总一的女总一在那时候把他拉爆，事实上，然后。但是女总一在下大间的时候速度非常快，我就放她走。我在下大间的时候其实有算紧太快，然后到下到大间最尾碰到补给站的时候，我就追到日本选手，所以说我那时候就一直看要进要到总二啊。可是香港选手和日本选手其实尤其是日本选手其实差我很近。对啊，不过那时候已经肿了啊，我就慢慢让他拉啊，我就慢慢要带他不带他这样子，然后他自己的特性可能不太一样，就慢慢的速度距离之后慢慢拉开。他那时候我已经做二，他总一是最可能追到，因为就我所知那时候总一就是差了30分钟，所以我只要小心后面的追不掉。台湾的女总一 Sally 就是这次跑的时候有拍很多照片吗？一些些而已，一点点哦，一点点还可以女总一哦。然后高大哥说你在厕所的时候还是小跑步哦，所以这次跑得很用力哦。上大间的时候有很累吗？有，快崩溃，那时候走不完，而且有一个人阿伯他说从这里去那边还要3公里。大减之后，后面下坡就开始冲了，是吗？有，刚刚冲到首先啊。是福尔摩沙的那个路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清楚。路线很清楚 ，Peter 做的标示也都很清楚，然后晚上也有反光。对。所以我就看着步调。这次就跑得很顺畅。对，早上有一点起雾，但是还好。完全没有迷路。完全没有迷路。好，我们问一下雨琦，就是你觉得哪一段最煎熬？大尖山。大尖山那一段。对，有很多。不，我想说他们两个都在上，好像爬不完，然后又在飘雨，又起大雾。已经前面已经跑了50几K，然后要上那个从过坑山开始就很煎熬，然后大尖山是7公里爬升1000米，对，几乎让那时候我们所遇到的每个人都很崩溃，他就步调都收了，在那边闲晃。到山顶之后下坡就开始冲嘛，下坡没办法冲，因为我头灯天气很冷，所以头灯很暗。对，昨天你电池没电的时候是在哪里？下大尖山。下大尖山的时候，它已经灯已经比较弱了，没有那么亮。不要。它是有两位好友前后帮忙。莎莉有没有睡饱？在晚上的时候没有啦，很暗，所以没有头灯的话是哦这边哦，我想说是那里，尤其是那是睡时段。那不是我们的，真的很影响，所以没办法跑，那边浪费好多时间。对，主题是昨天几点回来？24小时。那很累吗？很累，还好。哎，对啊，脚底也是穿比较多。脚底有。问一下盛一哥，你今天过中沙里的计划表有执行吗？前段有尽量执行。前段有执行。后段就完全不看，后段就整个 delay 吗？因为到 CPC 之前就是慢慢有，不过我到 CPC 的时候好像差了10分钟，可是在 CPC 我就待了一下，待到不行了。
可是，因为我后半段就抓比较少，时间抓比较少，结果反而就是我后半段的那个完成，就是早上才能上上课。所以大家在跑队的时候，你要先观察路线，然后也可以做规划表。规划表会让你比较有目标，但是体力跟不跟得上，那是一个问题。那没关系，只要有规划表在，你就是心会比较安定一点，跑起来会比较那个有目标一点。所以听说阿布有拿你的规划表去用。他自己说他有大概，不过他前面冲很快，然后前面冲很快，然后他在 CDC 的时候他就说我的那个时间已经赶不上了，然后他那时候就说他要下修到26小时。哦，对，那结果后面有追回来。那我们现在问柴哥，柴哥你到 CPA 你感觉怎么样 ？CPA 哦，走不动了。走不动，我今天不是跑不动，是走不动。是走不动。CBA 有很累吗？到 CBA 很累啊，很累啊，因为没吃早餐呢、啊。没吃早餐。啊，后来到哪一个主站，就是要转 CPB。CPB 啊。而且吃饱了。吃饱了。吃了半个多小时。啊。喝足了。会冷吗？我不会冷。不会冷啊。对。我是心是热的。心是热的。到 CBB 转65，然后我是被强迫转的，因为太晚到了。哦、太晚到了，到 100K 可能会来不及。欸、应该今天下午3点才会回到终点。下午。对吧、啊？所以后来回到终点是几点？12:45。12:45。那个百 K 选手已经回来快20个了。对吧、啊？那你有遇到 Sally 吗？有，我被他杀超过了。上超过了，所以他在你前面回来。当然啦、啊，在那个这里一样快，就是那个快到桥的那边被他穿过。好，谢谢大家。